办到12年级的学生，国际生也接受。也是希望大家有空可以去了解一下，带朋友过去看一看都可以。学校还是有一定规模的，占地面积比较大，然后大概有200-300个学生这样的世纪私立学院。现在我们有在好多地方，对，很大一个，很多地方广告也看得到吧。然后，对，这个我去过 Century College。对，其实在样上面，对吧？对，还有一点点就是说，那个不是一般的大学。其实我上大学的时候，我也挺喜欢唱歌的。其实那个时候我就有跟，就我的好朋友那个唱歌的圈子里都有跟那个武艺一块参加比赛的。我都就对，就大概就多少年前，10几年、20年前。武艺在台上比赛的时候，我都在下面看着的。但是那个时候我是不认识珊珊姐，就是说其实。应该是很早前就有一点渊源，就只是当时没有见过面而已，就是开心吧。然后就是认识了几个